我是公关绿社长的2010年5月27号，瑞芳站，22:15。我拍的是12/24/12/24，就宜兰县该往宜兰的8:830，为小侯军的，是，瑞芳站准备实行他的停靠。好感动的，12/24，明天我要打的是8:83。右侧开门。12/24就沿线看宜兰的8:29/830，我小圈的在瑞芳站行看。4/24就沿线看树林的圈的500行在瑞芳站停了。开启车门，12/24将沿线号树林的151圈的，但瑞芳站开启车门。我刚开始就能拜拜。